它一一挂沙尘暴，里面全是沙子，那突然打不开了，那我们这边就比较麻烦。呃，有时候是中午和晚饭一块吃了，有时候就是自己带点干粮，随便垫吧垫吧就过去了。我们这个工作，啊，呃，比较频繁，比较频繁，在这个频繁的岗位上，能够就是起到的作用，就是保证能够保证管网运安全运行，给下游的用户用上这个清洁能源啊、哦，这是我们感到我们自己这个岗位的不不平凡的地方。